香吗？我是咸鱼，你觉得香吗？你有点香啊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我要跟你玩，是赢了暴露你的身份。你说我怎么想容易暴露我的身份。大勋，你先选。我是选他了。你会被谴责的。我在白鹿和麒麟娜依之间。你死定了，他很厉害的。谁呀、啊？谁厉害啊？麒麟啊！麒麟厉害，他厉害，他非常厉害。那我选白鹿。还有谁？还剩谁？现在还剩麒麟、高总和蔡总。我选你。好、啊，我选你啊，爹。好啊，聂总 ，baby 和西林可以。那大家决定一下吧，谁先来？你先来吧。那就咸鱼先来吧。我，咸鱼先来。啊，咸鱼这么努力吗？那还是咸鱼吗？你还在笑？嗯，他不是选了你吗？笑完反应过来。陈深，你要是输给了一条咸鱼，我真的会对你很失望。跟你说，连条咸鱼都不如。好大的侮辱！双方先示意一下，来个碰脚礼。碰脚礼。给了一局。棋逢对手，第一局请准备。跳舞，跳舞。啥动作？啥歌都这啥动作？我一个记不住了。换个别的动作。啥歌都这啥动作？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快！让我来看看你的眉毛。你好像一只小青蛙呀、啊！螳螂和小青蛙。我觉得周深一直像一个小鸟在飞在旁边，像个青蛙，好轻啊！这就是传说中的轻功吧？大勋已经被踩了一脚了啊！1-0，咸鱼加油！来，这么鼓励咸鱼，请继续。现在先跳舞，跳舞呀！我要带上最好的酒。还不吹啊！你没踩到我，没有，厉害！哎，这招好玩，跳上去了，太精彩了。遗憾，大勋被踩了两脚，那这一局周深胜出，恭喜！陛下，我叫大拉风八棒的，没有人能在我的 BGM
打败我。来了 ，baby， 哎，比上，咱俩上吗？我们不要那么激烈吧，优美一点，优美一点哈。然后等那个哨一吹。是不是咸鱼提前这一趴都练过舞？哇，好好看啊！我觉得一会儿你们谁会晕倒吧？亲爱的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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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换一下吧。快 baby 晕战术，快 baby 晕。是在哪儿？Come on, baby， 直接攻击！哇哇哇哇哇哇！有了！哇，现在明显 baby 的攻势很强啊！我们好像在看那个拳打拳击的场面。前面的优雅全部都不见了，这个才是真实的自己。他先踩到，这舞跳得好累呀。但你们俩跳得好好看，好美哟，怎么踩也这么美。什么歌？他配的歌。在这一下队伍中胜出，太厉害了！我看的是出汗了。我要不是穿裙子，我就给大家来一个那个旋转180后空翻。对，你上我上，来，我来吧。好，我们来吧。鞋带紧的都勒到脚脖子里头去了，你说血液都不循环了是吧？来，请准备。耶、yeah, ，大声一点 ，Come on！ 再大声一点 ，Come on！
那味儿了，真的可以，这绝对是踩的。完了，我对我自己，要，我对我自己很怕幽默。要，你这是啥？不是，你把这谷歌的我椅子上干了，这是我搁椅子上了，你看不见这是个谷吗？那你我放在这里，我摔倒了吗？这老眼昏花，你有个谷都看不到。到我们了。沙哥喜欢那首王心凌的《爱你》，我跟你突然在那个盆地，爱你是不是？真假的？轻一点好不好？我们文明一点。我不一定能踩得着，干啥？跳的小红帽吧，怎么行？节奏怎么这么长？没开始呢，吓唬人了。哎呀妈！你好好叫呀！我觉得沙哥可能有点问题。哎，他还蛮快的呀、他那么想赢，怎么就这么想赢？是不是？他好努力，对他好努力，平时不这样。请准备。这啥？这是哪种舞呢？哎呦！老年机器人，老年机器人，妈耶！哈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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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沙哥平时广场舞没少去哈。在广场那一片我还是挺有名的，霹雳舞王老沙嘛。来吧，最后一组了，坤儿和聂总，你俩。小坤儿，你对我客气点，我好大你那么多呢。怎么一上来又道德绑架呢？请两位准备。耶！太阳下山，明早依旧爬上来。
我们你可以这样，他不理我，我们这样。好认真，像那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像那一样不回来，别的那样有。他很快啊，振奋振奋，这好像足球的传球的感觉，喂，他好像在踢足球，他们跳起来耶，哇，好厉害啊，那个老师肯定是条咸鱼，他气势好强，他好认真，我觉得他绝对是，他肯定是咸鱼，肯定是咸鱼，他肯定是咸鱼，面咸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玩游戏要认真，对，没毛病，对吗？没毛病，对，做咸鱼的一定要进前五，对吧？我说的没有问题，你妈这坑挖得很好。第一局，叶源老师胜出，接下来是两位的第二局，让我来看看，哎。谁坤儿的歌啊？好抒情啊，这么慢节奏。聂老师，天哪，真的是聂老师原来是这样的。叶老师已经累了，痛不痛啊？好，打飞 ，come on， 1-1，挺累的这个啊。接下来是决胜局。这才是在广场收大妈，你我这是。来呀、啊！只要记住，我真的不是咸鱼啊！恭喜蔡徐坤胜出，恭喜！这是职涯班吗？啊，又要被踩脚趾啦！啊！别抢我的鞋！所有人脱下右脚的鞋，伴着音乐，绕着职涯板跳舞转圈。当音乐结束后，用右脚去抢鞋子，左脚在原地不能动，整只右脚穿进鞋内才算成功。没抢到的成员淘汰，总积分靠前的四名成员获胜。露丝啊，哎，你就拖一只吧，所有人现在都这样，是1米6、1米7的，不，所有人这样合适吗？这样所有人都这样，你现在不这样是不正常的，你有点裹得慌，我这球鞋也是这样，卖拐了，卖拐卖拐，知道吗？我下来了。请准备 music 歌。
在这儿。沙子，沙子，干什么沙子？谁会？哇，到处都快游走。沙子自己在这换位置。你快点，老师，你没有位置了，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，到这儿，到这儿。到这儿，到这儿。哎，还没来，还没来，哎，还没来。咱成功了，好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我这群众基础，哎妈呀，这不成功都不行啊！他真的，墩墩整个人都躺在里头了，墩墩哪是纸压板，根本就不怕这个背压板。我们这一轮没有成绩，因为都是。双脚全部进去了。哦，这样啊！但你很厉害，沙哥，超棒，超棒，超棒！啊，你在安慰他对不对？真的是在安慰。我小儿子。只要我成功的那次都是失败的，都是演练。你为什么今天又这么想赢呢？为什么呢？他今天很反常哦。今天这么想赢沙哥，那你自己想呗。您好歹也是个校草，所以颜值超高。是从前，那也高过。嗯，十足不仅限于魅力。又开始了，自己今天把手表戴上了，防止我上测谎仪。八进五的底片，请出歌。八进五的底片，请出歌。说脚步吧，咱俩这样，咱俩真的看谁能把这个鞋穿走。公平竞争是吗？公平竞争。我怕鞋坏了。啊！我给你这只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我给你这只，真不错，真棒，脚速真快，给你，本来就是你，我给你，你踩了我们一脚，是你吧？是你吧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哈密男孩。这位哈密男孩，好吧，既然你是哈密男孩，我就原谅你。你怎么这么没有听？完全抓住了他的弱点。在最近的打歌期间呢，只要提到哈密男孩、女孩，都会获得他的赞赏。无条件，没有原则。我这个让给你，我不想跟沙哥。我也不行的，我跟沙哥玩不了。一个让给人家，人家就不想跟你一起玩游戏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让谁？我这次让给墩墩玩一次。可以啊。特别提醒下，如果将名额让给另外一个成员的话，那么他最终获得的分数将由你们两个人平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沙哥这个毒瘤走了。毒瘤？难道他就是著名的杀毒软件？哦，杀毒软件。
小鹿是在干什么？像那个有一个小动物。对你。你要珍惜我的机会，阿米。阿德。没有办法单脚够着啊，够不着啊，够不着的。你看啊，你在干嘛呢？预备一下。你看这样的话对我，够到了呀，够到了呀，够到了啊。但是要迈的就比较费劲儿，就比你们的过程要长一段。你够到了之后，你拿两个脚趾头把它夹出来再穿啊。那你得光脚呀，那得。那赵露思在圈外永远是，对，永远都在准备中，准备中，准备中，准备中。我要看你在哪里都是，我要看你的时刻。哇哇！我可以再把名额让给赵露思吗？可以啊。我想给你一次机会。就是要锻炼你。就是要脚短。你们就是懒。这样就剩一只了吗？我们往外拿一点行吗？为了照顾一下女孩子，我们把它放这儿可以吗？放这儿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是觉得因为你特别喜欢指压板，来一次不容易，对，我们老玩。而且但你看他走在上面都毫无感觉的。对。哎，那这样我们鞋还是放里面，那赵露思可以在外面这里。可以可以，因为他也不怕痛。我可以一只脚进去，一只脚出来。因为他也不怕痛。因为你完全没有抢到过，所以只要你抢到，怎么都行。哇，他在讽刺你。你说嘴巴嘟嘟。露思，快证明给大家看看。哎，你这有点过分了。你死盯这个地儿就行了，我觉得。要转起来。还是没穿上，还是。还是没穿上，都在旁边了。你说还要我们怎么做？哎，导演，我刚刚在这个上面走的，不算半分吗？那是我们对你的照顾。好，那是我们对你的照顾，你还加分？排名前四的成员在这一环节可以获得我们的安慕希小黄金。哇！来，我们为大家送上我们这一环节的安慕希小黄金。肯定是没有啊，只不过是线索而已吧。万一这把有了呢？看看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肯定没有。后面写的啥呀？哎呦，校草。草。小草，46，回车，绿色的草，六级，草，校草，军艺校草。你看我干啥？你看我干啥？这个不是校草的意思吗？就有小草，然后校草就是他。上次我们有一个一样的。你觉得这次还是吗？我觉得是哎。那你真傻。